今夜最新画面 ，UBA 大专篮球联赛冠军赛今天晚间在小巨蛋登场。男子组政治大学以74-65击败了世新大学，夺下冠军，完成2连霸。其中王凯玉三分球连发，全场狂轰了22分，光荣拿下 MVP。是献给整个球队吧，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。对，我真的很感动，他们真的挺过来了，要拿到这个冠军真的很不容易。